开心小都可以开心的、啊、但是我们要把哦，对不起 sorry 要把开心的时间留到后面，好不好？后面会更开心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办公室，不要回去，我会难过。很想你们，希望可以再见面。对啊，就是今天要唱最后一首歌的。我昨天还在录这首歌，录到快 K 笑了，录到开始发曲，录到快 K 笑了，对，录到快 K 笑，开始想起自己那个。开始联想到自己在被困在考场，然后那个解题解不出来，然后又，但这不是最惨，怎样？考试这不是最惨，我觉得最痛苦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。我觉得求学对我最痛苦的就是你不会写就算了，然后你睡着，那你睡着，然后你口水流到考卷都是湿的，然后醒来他说考完了，然后你看，哎，口水这怎么这么多？睡在一滩毛巾上这样。然后最崩溃就老师说好，现在考卷往后传。那时候真的很想自杀。不过比起那个时候，现在真的是好了，真的有搭配就很开心，这都是谢谢你们。然后等一下我可以宣传一下下一场表演吗？好。可是我很怕你进不来条件。没有啦，就是可以收听，好不好？就是我就是接下来的会有一场表演，是就是我自己办一系列的表演，叫做哭着笑着爱着躺着。那我们已经一年没有办了，因为去年就是疫情的关系，有很多防疫措施。那这一次也很谢谢礼物店，可以让我把这个活动再拉回来。那今年就是会在4月9号的时候，在礼物店会有孝顺一族。然后会有孝顺一族，然后还有我，然后还有我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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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敬重的一位，就是音乐才女，叫做林倩，然后她也是薄荷乐乐团的主唱，然后她还会特地从台中上来跟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表演。那如果大家没有办法来的话，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演出那天的收入会尽可能，就是其实我们每一集，这次是做第7集，然后基本上也不是基本上，就每一集啊，就是每一集我都把这个节目放在 podcast 上面，只要在就任何的 podcast， 就是任何的媒体上面打这个名称，哭着笑着爱着唱歌，都可以听我们过去的节目，然后也会包含今天跟我一起共演 BB 蛋的许佩，也会有很精彩的节目，这样就是有他非常精彩的 talking。对，但是因为那一场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道歉，因为那天我电脑突然宕机，但现在不会再发生这个问题，所以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对，就也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再跟大家相聚在一起，也祝福大家有个很美好的夜晚这样。然后接下来是我要唱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昨天也录了一些进度，这样，然后今年也会，这就是我今年的第一支单曲了哈。好，来，我要去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。好的呢，累累。你拿酒圈给我一张，我现在交出来，现抽。这不是酒圈啊，这什么啦？这什么？这一卡通哎、欸，也可以，可以啊，一卡通。
Yeah.